yashayi Uralın barında oynadagıl Ay bunday zaman bizlerge tabılmaydı oy kargashayi Karaca iş kanıt salıp atı jönün kim bolar Tanısayı gay kargashayi十月一号，国庆节一大早，哈萨克人托林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山下父亲的家里。回到山上不久，气儿还没喘匀，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。电话上说，一群广州的客人游览完天池之后，要来他搭建在天池边的白毡房里做客。千百年来，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王母娘娘在瑶池开蟠桃会的故事。《西游记》里也写下了一段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情节。可是，瑶池究竟在哪里呢？传说天帝和王母娘娘有七个女儿，就是人们常说的七仙女。一天，七个女儿在天上待得寂寞了，就从天上飞了下来，到人间游玩。她们飞过草原，飞过戈壁，远远地看到了高耸入云的白雪覆盖的博格达峰。她们围着山峰转了几圈，很喜欢这座挺拔的山峰，就急忙飞回天上，要求母亲给他们在博格达山修一个洗澡池。他们想每天到那儿去洗澡。王母娘娘非常疼爱她的七个女儿，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她命令雷神挖池，雨神下雨。雷神在博格达山峰附近花了七天时间将池子挖好后，雨神就连着下了40天大雨。雨水汇成了一座清澈的湖泊，这就是天山的瑶池，也叫天池。博格达山脚下有一个年轻的猎人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以打猎为生。他每天看到有七只白天鹅下来洗澡，很想打一只。有一天，年轻的猎人躲在悬崖后面，看见七只天鹅翩然而至，落在了天池边上。他张弓搭箭，嗖的一声射伤了那只最小的白天鹅。受伤的小天鹅倒在地上，悲惨地鸣叫着。这时年轻的猎人急忙赶来，小心翼翼地将小天鹅带回了家里。在年轻猎人的精心照顾下，小天鹅慢慢恢复了健康。小天鹅非常喜欢人间的生活，同时也爱上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猎人。因此，小天鹅幻化成人形，与年轻猎人结为夫妻。天鹅还在这一带创建了一个国家，起名为西王母国，自封为西王母。哈萨克人自己说，那个白天鹅就是他们的祖先，白色象征纯洁吉祥，自古他们就有崇尚白色的遗风。于是便在天池周边的草坪上错落有致地搭起了许多白色的毡房。哈萨克的毡房历史悠久，至少也有2000多年有历史。Kazakh'ın esigi jabılmaydı oy qarqashay.
ralın barında oynadagıl Hay bunday zaman bizlerge tabılmaydı oy kargaşay哈萨克人是一个善游牧的民族，毡房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住所。为了生存，哈萨克人根据季节的变化，不断追逐水草，因而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。现在大部分哈萨克牧民都定居了下来，但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仍保留着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。哈萨克人的住房分为两类，毡房是春夏秋三季的住房，而冬天住的则是土房或木房。1995年春天，哈萨克人托林结婚不久，便和妻子一起从山下的土房来到了天池旁边，搭起了他们的第一顶毡房。毡房由可以拉开合拢的栅栏、撑杆和天窗圆架组成穹形的屋架，然后在栅栏围墙外围一圈墙篱，墙篱外面围上毛毡，在撑杆上盖上棚毡，天窗架上铺好可以用绳索开启的顶毡。围毡、棚毡和顶毡外都用各种颜色染制的毛绒编织的宽带与大绳交相捆绑。Şöyle tartamız mı? Tartan önce niye kavuş bitirdik? Ne mesleği oldu?房门一般采用雕刻有花纹和图案的双扇木板门，门外挂有编织的彩色门帘。毡房的内部是用哈萨克族语中叫做斯尔马克的花毡装饰的，花毡以制作精美、别具风格而享有声誉。花毡的原料有羊毛、羊毛线、彩色布、线等。托林的妻子在自己的毡房里大致制作了三种花毡，一种是将彩色的布剪成图案，用羊毛线缝制在白色的毡子上，另一种是把毡子染成五颜六色，用彩色的毡子拼成各种图案，再用羊毛线缝起来。还有一种是用彩色毡片和彩色的布拼成富有浓郁特色的图案，再一针一线缝起来。花毡一般比普通毡子要厚，多为双层，而且缝得特别密，经久耐用。主要用于毡房的地面上和炕头上，既可防潮防寒，又可美化室内。花毡是哈萨克姑娘出嫁时不可缺少的嫁妆之一。
托林夫妇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个春秋，可是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搭建毡房呢？十年前，托林夫妇在开发天池旅游的政策的感召下，把羊群交给了父亲看管，两个人带着仅有的3000元人民币来到了天池边，搞起了哈萨克风情毡房观光旅游的项目。我一看这个我们这天池的旅游这个行情特别好，就是我们就是只一个我们哈萨克的一个毡房，就是接待这个国内游客，就是这样子挣钱就是特别好一点。我们就开始96年开始，我们就自己我们一家子开始开了一个这个哈萨克我们这个毡房。哈萨克人把热情洋溢的接待来客作为祖先的优良传统保留至今。哈萨克人把客人分为偶然来客、专程来客、特邀来客三种。哈萨克人无论对哪一种来客都一视同仁，热情招待。过路客人来到牧人家，如果恰逢主人用餐时，他们也必将被相邀入席，即使只喝一碗茶也可以。火林是专门那个啥，夏天不是接待客人的嘛，他现在我们火火不拉客，都是我们都是回头客多嘛。他一般房子过来客人，他烤一点烤肉呀、宰羊呀，就那些东西干的。我就炒菜呀、煮抓饭、收拾房子，就那些东西干的。十年前，从牧民转变成旅游项目经营者，托林夫妇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刚开始呢，第一年生意是不太好。没想到我们是才开始嘛，有些地方我们搞的也不太那个啥。经营不景气，并没有让他们退缩，他们开始积极商量对策。在考察了当地的市场情况后，托林夫妇得出了结论：来天池观光旅游的大部分是内地来的汉族兄弟。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，他们主动学起了汉语。一场那毛竹戏呀，会吃饭也想起了你呀。学会了汉语，消除了语言障碍，原以为就此可以大赚一笔的托林夫妇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生意仍然不是很好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满载观光客人的汽车呼啸而过呢？托林夫妇百思不得其解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，他们终于明白，要想招揽更多的顾客，必须要在民族特色和饭菜餐饮上下功夫。我们这个搞旅游啊，就是接待客人，主要是卫生搞好，第一个就是环境，还有房间里面的里里外外的，还有这个个人的卫生要第一个就是搞好。第二个我们这饭菜就是上的实惠，色，还有那个味道、香还有味儿，都要对关键的时候问题这个都是。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收费的时候也就是合理，就是大家都是玩来的，高高兴兴的回，就是两家子，价格都是明码标价嘛，两家子都能接受得了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托林夫妇的生意从每天不足100元人民币，到后来每天有了1000多元的收入。在他们积攒够第一个10000元人民币的时候，他们给毡房里添置了电视机、
卡拉 OK 机和家庭影院。2001年，骑惯了马背的哈萨克人托林夫妇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。2004年夏天，为了给在县城上学的大女儿提供方便，他们在县城里购买了一套近100平方米的商品房。如今，一改过去到路边招揽生意的做法，托林夫妇完全是等客上门，因为随着饭菜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回头客为他们介绍了更多的顾客，而且手机的普及也为订餐和订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今天是国庆节，一大早一个专程来客的电话让托林夫妇紧张地忙碌了起来。在天池边这150顶毡房中，尽管家家的风格和特色大同小异，但实际经营绝对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。就在托林夫妇为即将到来的客人紧张的忙碌的时候，两个女儿也回来了。Menim atım Anibal. Men bazardan ikinci orta mektebinde okuyum.我叫阿尼巴利，我今年12岁了，我在富康市第二中学上学，我在初一13班。Hello, my name is 阿尼巴利。My name is 阿尼巴利。他哪里的？大女儿不仅可以说哈萨克语、汉语，而且会说英语。小女儿在旁边画画的时候，也不甘寂寞了，蹭过来非要表演一段。就在小女儿的舞蹈还没结束的时候，打电话的朋友从天池游览完毕，来到了托林家的毡房。哈萨克人热情的待客，首先是从食物开始的。对过往客人，一般都要招待饭食；专程而来或特邀而来的客人，一般要宰羊待客。如果来客是有名望、受尊敬的人，则要宰2岁的马驹或黄头白身大羊。哈萨克人待客，可以从客人盘子上看出客人的长幼尊卑。一般来说，盘子越大，客人越尊贵。入席时，年长的或职位较高的客人入上座后，其余来客依次入席。在席间喝马奶子或用茶期间，主人要请来客谈一些时事见闻或表演一些技艺。主人有时还邀请民族歌手或男女青年为客人唱歌助兴。我就是这个毡房的主任，是哈萨克族，名字叫托林。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的几只羊。今天我们在的几只羊嘛，是这个我们天山的天池的羊。我们的这个羊吃的是嘛，这个天山上的中草药。喝的是那个天池的矿泉水，这个走的是嘛是黄金道，是我们娘娘喂下的没有结过婚的小羊羔。这个女人吃了嘛漂亮，男人吃了嘛有力量，喝了那个酒嘛喝不醉，喝了嘛水一样的一点反应没有。到这呢就是大块的吃肉，大碗的喝酒，什么哈萨克这个地方的礼性，这个哈萨克毡房里嘛不能说不行，都是要行。像这个刚才我们西瓜说了嘛，刚才我们的哈萨克就是最尊贵的客人就是上羊头，这个羊的那个嘴巴切上一块，这是领导吃，领导的嘴巴会说话。来来来，直接吃点啊。
这个地方还有个地方，还一个领导，来来来，这个拿手，拿手机，直接吃掉，直接吃掉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连上头就是有面子，这个还有个面子，还有面子啊，这个耳朵就是听话。 就这样，在迎来送往中，托林夫妇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他们的特色旅游。随着资本的积累，他们想扩大再经营，可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当地的生态平衡，政府只允许天池边上搭建150顶旅游毡房，而且除了自用毡房外，一家只能经营1顶旅游毡房。我们这是淡季，就是5、6月份是淡季嘛，7、8月份是旺季，就是5、6月份这个之间，就是人来的比较有时候，就是最少的2天3天不来人的时候也有，大部分就是每天都有人。2004年，托林夫妇的哈萨克毡房在评比中获得了150顶毡房中的10家称号。尽管托林夫妇靠着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忘记牧民的本色。他们还不时帮衬一下也同样经营毡房的弟弟。两个人是2个毡房，每人一个人一个，我们就是合吃来干。给他来人我帮个忙，给我来人我他帮个忙，钱是自己挣自己的。Thank you.
这次有幸来到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，看到天池，看到我们美丽的天山，我们感到很高兴。另外呢，这次来到了那个哈萨克族的帐房。哈萨克民族是很豪爽的民族，是优秀的民族。我们到这来了，感觉到很舒心，吃的也好，玩的也好，很开心。嗯，啊，我是作为新疆是土生土长的一个人啊，从小在新疆长大，而且呢在新疆呢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所以我对新疆呀很多民族呀都比较了解。再说我从事这种行业呀，也是一个窗口行业，那么会带领很多的外地人呢到我们新疆来游览我们新疆，那么通过我这个窗口呢，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新疆这边的文化。今年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，托林夫妇年收入大约是50000元人民币的纯利润。咱们这个我们这个乡里面有3000多户人，旅游景点，但这个样子破坏性的太厉害了，害怕那个破坏性的太大了，所以嘛就是能他们就是批那个我们乡里面批了150顶毡房，就是这个河沟里面就是90顶，在那个山顶上有个60顶，总共就是他不愁，就是一家子只能搞一个。还有其他的呢，其他就是房屋呀、种地呀，都分开的呢。我们就是主要是搞这个旅游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托林又一次来到了天池。望着雾蒙蒙的景色，托林清楚地意识到，冬天就要来临。由于冬天的天池气温达-几十度，毡房根本无法抵御严寒。他们将沿袭民族的传统，开始转场。游牧文明在旁观者的眼里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习惯，而且相当原始。但是在亚欧大陆上，正是这样的游牧者与农耕人抗衡达30多个世纪，谱写了这一地区民族的几乎整个历史。